餐厅概念源自于18世纪伦敦知识分子交流品尝顶级牛排的聚会所，上牛社会与香港的 Beef and Liberty 师出同门，已荣获米其林肯定的顶级汉堡，向古老传统致敬，严选小规模农场饲养，不含生长激素的安格斯牛肉，肉质扎实，肥瘦均匀，加上手工制作的面包，组合成最精致高档软嫩多汁的美味。店内提供多种套餐选择，如腌肉芝士汉堡、羊肩肉汉堡等，搭配金黄酥脆松软绵密的先切后薯条和清爽饮品，原来吃汉堡也能是五星级的享受。